秀。各位，又到了见证奇迹的时刻。首先要为各位示范的呢，在这个科学的学名来讲，叫做 psychokinesis， 有听过吗 ？psycho 是神经病，对 ，psychokinesis 简称 PK， 念动力，这是目前科学家在研究的，人的大脑的潜力之一。念力吗？念动力，对，就是用大脑的力量去移动物体。嗯，我要跟各位解释一下，今天要用到的东西呢是这个螺帽、螺丝。同时还有蛮常见的，玻璃瓶，玻璃瓶，好，玻璃瓶可以打开来，好，这个给你，好，检查一下，检查一下，检查一下，伟如，麻烦你帮我把螺帽转到螺丝里面去，好，手脚还蛮灵巧的，好，转完之后呢，丢进瓶子里，我完全都不需要碰到它，好了吗？盖起来。然后要喝掉吗？那是鸡同做的事。好，我各位说明一下，接下来我要做什么事情。好，我要在不碰到这个里面的螺丝的情况之下，也不碰到这个瓶子的情况之下，让螺丝自己转出来。你说螺丝跟螺帽会分开吗？会分开。不能吧？学会这种能力之后呢，以后就算我不当魔术师，也可以当水电工。哦。右手借我一下，好，仔细看，看得到吗？看得到，好，接下来呢，我要用你的身体，做一种媒介，媒介，我把你的力量呢，从你的身体传到这个瓶子里面去，再透过这个瓶子呢，转进这个螺丝里面去，仔细看。可思议！等一下，伟如，你一点感觉都没有吗？感觉啊，它就一直出来了，出来，出来，出来。你都没有，比如说有电流或者是什么感觉？没有。现场在座有没有来宾有钞票？钞票？一张钞票吗？没有钞票。没有钱啊？这经济这么不景气啊？工作人员？工作人员没有？有，摄影大哥很有钱。可以借吗？摄影大哥很有钱哦。有。这么多？哦哟。谢谢。好，钞票。一千块。摄影大哥贵姓？简单的简，简先生，简先生，简先生，好，来，每一个钞票上面呢都有一个独一无二的号码，对，好，麻烦向马倩记在本子上，好 ，perfect， 嗨 ，complicated，complicated， 好，我们来跟摄影机镜头看一下 ，GQ298405UB，GQ298405UB， 没有错，没错吧？嗯，好，这笔给你。选一个标签，然后签一个字在上面，要签什么都可以。好，签得清楚一点，尽量。好，这是一个心。心。好，来，我钞票给你，贴在把这个标签贴在你喜欢的地方，贴在地球上面。好，我们看一下。心是他写的，贴在他喜欢的地方。好，向马倩刚把钞票这个号码记下来，我再重复一次 ，GQ298405UB。对，好，伟如，好，这个呢？给我了，帮我对折。对折，好，再对折，再对折，再对折。你不能一次讲完吗？真的，他要跟你慢慢玩呢。好，好了，就放这里。仔细看，接下来我不会碰到这张钞票。好，我不会碰到这张钞票，是你自己折起来的。对，我把它放进小袋子、信封里面，看得到吗？看得到。有看到看到。现在开始呢，好，希望导播一镜到底，我不会换掉这张钞票。
我放在这里，在这里。知道这是什么？打火机，打火机，烟灰缸。好。不会吧？你要烧掉吗？帮我拿着。钱大哥，我可以点火吗？可以啊，你相信我，好，来。他很努力装的。准备了，他很努力装。装钱的。赚钱啊，赚。好，没有关系，在魔术的世界里面，要做什么都可以。哎呦，真的烧了！烧起来了，烧掉了。见了，好不容易才把它完全的烧成了灰烬。灰烬。好，这个东西是我前一阵子在大陆买来的。哎呦，好，这个是喜马拉雅山上面生产的一种石头，叫做 Healing Stone。Healing Stone 有听过吗？嗯，治疗治疗对对对治疗石。好。每一颗石头呢，它有都不可思议的力量。嗯，唯独选一颗，我选这一颗。这一颗，请你握在手上，加温。加温。其他用不到。好，来，先把钱拿着。嗨。帮我把这个灰呢，全部装到这个罐子里。对。全部哦。对。好。嗨。好，唯独帮你。石头丢进去，你刚才选的那颗石头加温的放进去，好盖起来，好盖起来，唯如麻烦你的手借我一下，又是我的手，另外一只手盖在上面，仔细看，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。有仔细听那个声音，窟窿窟窿的声音，石头的声音，然后，对，石头的声音，哎，有石头的声音，哎，声音开始有点不一样，声音不一样，有点变小，我不要碰到这个盒子，我麻烦你亲手帮它打开，给镜头看一下里面现在是什么一个状态。首先看上面这个星，第二看上面的号码 ，GQ 298405UB。